来讲，喷麦芽香有验出硫代二乙酸的血统，不包含硒臭分校，他们只拿了四所学校来做一个比对时间点，做了三次，这个时间点他们也没有交代给大众清楚，只交代了一个数值，说这个属于高危险群，那是不是等于画上了一个孩童身上一个抹黑的等号？